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惨啊，摔惨了，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！从最开始到现在，没有一个纯，我觉得没有一个纯跳这种风格跳二班的。李春林就会让我觉得很有惊喜，音乐啊 ，swag 啊，然后那些都特别好，就很帅。对，那春林那一 round 确实有点强，因为他打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打出来了，那这个比较性感的这种。玩味的这样的一首歌曲，所以对于现场氛围来说的话，其实是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。